三人患老疝，迄今为止无死亡者。实践证明，这种治疗创伤的效果极佳，想必部队指挥员亦感满意。医生坐等病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到伤员那里去，才是未来的趋势。聂司令，我要呼吁，三五九旅战斗力很强，所以伤员的比例数也较高，伤员人数几乎有1000名之多。我建议把延安的一位刘大夫留下受训，让他日后去第8团工作。下面的任务，由侦察班和尖刀连打攻坚战。为了方便制定作战计划，团长和我以及参谋长都已经商议过了。展示宗权，打破规矩，让你们班长和副班长列席会议，并且可以发言。团长，到底什么任务呀？大半夜的把我们叫起来。日军趁我师在同蒲北路段作战，晋西北根据地兵力不足，他们就调来26109师团主力部队8000余人来攻打我们的根据地，想把咱们赶出山西。更可气的是，晋绥军在晋西北根据地的4个军见到日军就跑，这才几天的时间，敌军已经占领了宁武、神池等7座县城了。晋绥军这帮怂蛋。贺师长已经赶回晋西北坐镇了，这场仗他希望我们359旅和358旅一起打。根据中央军委的精神，集中主要兵力击打一路，次要兵力牵制敌方各路，最终逐一歼破。这样，可以集中全团的自动化武器，比如说轻机枪、重机枪、花机枪，咱们先给他来一顿子弹雨，让他们看看咱们厉害。这个想法好。同志们，这次与敌人的战斗中，我军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彭总接到王旅长的电报，赞扬道：“
靠两条腿追赶敌人，是名副其实的飞毛腿。部队就是要靠这种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精神。此外，八路军总部授予咱们“攻坚有功，追击第一”的锦旗。好。王旅长还赞扬道：“咱们平山团啃掉了伪军的这块硬骨头，使得三五九旅只需要跟日军作战，进展顺利。”3月11日，我团二营与717团在可兰县三井镇围剿日军第26师团的千田大队，击毙日军300余人，俘虏日军28人。好，好。孩子，再忍忍啊，乖啊！这窝窝头是要留给八路军叔叔的，八路军叔叔为我们打仗负了伤，现在还在里面救治呢。再忍忍啊！嗯。好人有好报，任政委一定要平平安安的，一定要平平安安的。白大夫，现在就差麻药了，其他的都已经准备好了。你看我们现在要不要开始 ？We cannot work without anesthetic. Nobody can support such pain. Where is General Wang? 前方战事告急，王旅长督战去了。他说他会尽快赶回来。General Wang is in the front line, and he will come back soon. Oh, so you go and find some anesthetic. 快，快。白大夫，现在就截肢吧。Please have the operation right now. But we, what do you mean? We don't have anesthetic. If I make the amputation, you will not stand it. I cannot do that. 白大夫说，我们没有麻药，现在不可能开始手术，因为这种疼痛你根本就忍受不了。不用担心，我挺得住。He said he can hold on. No, no, I have forgotten my text. But
Anyway， 白大夫说，也许我们很快就会找到麻药，你能不能再坚持一下？跟白大夫说，今天就算是死，我也弄着麻药。You will go to find the anesthetic。回来！Operation right now。你不用担心我，这比小鬼子的严刑拷打强多了。再说，现在还有这么多好兄弟、同志们陪着我。开始手术。谢谢白大夫。钟伟，一会儿疼了就握着我的手，啊，陪着你。OK， 再见，我们马上开始手术。手术很成功，好，任正伟已经特别危险了。任正伟，告诉大家，这天太冷了，回去吧。啊，这是给任正伟的小米粥，养身体是最好的。叔叔，这个窝窝头我想吃，可是娘说，正伟叔叔打仗受了伤，我长大以后要打日本鬼子。哦。乡亲们啊，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但是东西不能收，我们有纪律。回去吧，啊！收下吧。是啊，这都是我们一番心意呀。
人怎么还不睡啊？又担心政委了吧？没事儿，他那还有白大夫呢。但愿他吉人自有天相吧。把这个交给白大夫。白大夫，啊，这是什么呀？这个是刚从敌人车上缴获的麻药，你呢就带上一个熟悉地形的民兵，马上出发。太好了，白大夫说那儿正缺麻药呢。是啊，他那儿可是生命的战场，你早到一分钟，就有可能挽救一位同志的性命。是，切记，路上不能出任何的差错。请团长放心，我在，药在。我去了。小心，前面是雷区，小鬼子知道这是路进战地医院的唯一道路，所以前面布下了雷区。前两天我护送伤员，有好几个同志牺牲在这儿。当然给白大夫送麻药也很紧急，不能再耽搁了，再危险也得去，试试吧。哎，你跟在我后面走，我大概知道途经的安全区域。但是鬼子地雷经常变化位置啊。没事，我知道，跟我走。出雷区了。慢点，白大夫，咱们的麻药所剩不多了，恐怕连一次大的手术都不够了。We have no much anesthetic doctor. We even can't finish one operation. 邓林，白大夫，给你啊。This doctor. 啊 ，Murphy， 太好了，哇。堂哥，堂哥，怎么了？郑云，白大夫，梅大爷，吉儿叔知道你们这药品紧缺，让我给你们送点中药的止血散。没想到，这快到医院了，遇上鬼子飞机轰炸了。白大夫，看我伤怎么样了？Check it, doctor.
put it on the operation table immediately. 马上，叔叔，快跟他说，立刻手术，赶紧把他抬上去。吴正云，快！哎，郑云，怎么了？快，郑云，快！八路兄弟，上面有伤。小虎，小动不了，疼。His arm is broken. 大夫说你的胳膊骨折了，怎么回事？骨折了。 可能刚才摔了一跤，不小心摔着了吧？我没事儿。He said he was broken by the heels on the stone. You need to be hospitalized immediately. Fix that while I'm doing the surgery. 白大夫说他需要立刻住院治疗，邓院长，你赶紧去安排吧。我没事儿，跟白大夫说，赶紧看看我哥怎么样了。你走，赶紧走吧。手术的时候，闲杂人等不要待在这里。你走。哎呀，走吧，别惹老头生气了啊！走。 同志们，快快小心一点！Doctor, come out! I find what you need. Is that all right, Doctor? Sounds good. Is that what you need? Yes. OK, 同志们辛苦了。 Well done. 同志们，快辛苦了。这是要做什么？白大夫，这是做什么呢 ？Doctor, what are you doing? 兄弟 ，I will take care of your broken arm. Just let's start with you. 好。 Temperature is okay. Come. So, you will put your arm in the basin and soak for half an hour. 好。小心一点。 开始，时间到了。 怎么样了？感觉怎么样？好像没那么僵硬了。He feel a little bit better, doctor. So, now you will help the other one, dude. You will do exactly as we did now. Understand? 白大夫说你就照他刚刚这样做，回去之后给其他的伤员做复健。 下肢受伤的浸泡在大缸里，上肢受伤的浸泡在盆里，知道了吗？记住了，我会回去教那帮战士们。He will do it. 你们是 brother， 白露小兄弟，对吗？对。<笑>换药了。
are doing well. Your arm is really better. Why, you will soon be able to take care of the other wounded. 这是我应该的。 He deserved it. 谢白大夫。我也是你们的样的，你可以叫我八路。好，谢白露。 俊哥，是你啊！看你一个人忙不过来，过来搭把手。哎，你怎么不好好歇着呢？赶紧回床上躺着去，不然白大夫见到了，又要批评我。心里有事儿，躺不下。你怎么了？哪不舒服吗？刚才过去看政委了，可能以为是他节制的缘故吧。 心情不太好。不会啊，孟政委他挺乐观的。前几天啊，我陪白大夫查房的时候，他还跟我开玩笑呢。我了解他，他这人心事太重，总是把快乐留给别人，悲伤留给自己。原来是这样啊！我得想个法子让他好起来。 对了，你们团啊，给你送来一封信，说是给你的。给我的？嗯。来，我帮你打开。这说的是啥？这是我们团长给政委写的诗啊，让我念给他。不早给我呢？我不用忘记了。赶紧去。 朋友，朋友，你为民族解去一只手，这是你历史上的光辉不朽。战友，战友，莫悲伤，别忧愁，坚持抗战到底。自由，幸福在不久。写得好，写得好。郑云，回去。 我给团长捎个口信，替我谢谢他对我的鼓励。政委，你看，这事搁谁身上，谁心里都不好受。你心情我理解，但咱八路军是民族解放战士，咱回去还得继续打鬼子呢，咱不能气馁呀。打鬼子。 哪能差得了我呀？对，这开开心心是一天，这愁眉苦脸也是一天，咱得开开心心的，是不是？我最近听了一笑话，我给你讲。要不，我陪您出去散散步，您想去哪儿陪您去。郑云，你的好意，我心里领了。你放心，给我一段时间。 我一定能康复起来，啊！还有啊，你现在负伤了，就别总往我这跑了啊！这样啊，影响你康复啊！从今天开始，以后就别来了。就我这是小伤，没事，政委，陪您待一会儿。哎，马上回去，这是命令。
自己。保证。腿儿。哎。快，吹手，歌颂神灵未走破。好。同志们，刚刚收到旅部最新的消息，日军组成109师团、独立第三混成旅团，各一组5000余人，分3组向舞台发起围攻，企图一举歼灭我军驻神堂堡地区359旅旅部和驻龙泉关附近晋察冀军区机关，摧毁我军的抗日力量。白求恩大夫带着卫生队在719团驻军附近的车位村建立了临时医院，719团和我团的重伤员全部在那里做手术。现在情况紧急，必须把医护人员和重伤员安全转移。刘正云、狄佳烈，到到，你们带一小组分队去临时医院，把伤员救上，不得有误。是是。张团长，718团侦察班班长刘正云，副班长狄佳烈，向你们到。哎，你们怎么来了？我们看地理位置，应该是你们719团，所以我们赶紧过来增援了。啊，我们刚刚击退日军的一轮进攻，我们必须抓紧时间转移，情况不容乐观。团长，报告团长，侦察兵传来消息，我们已经被日本人包围了。那看来龙泉关我们也不能去了，只能往通泉沟转移了。我在太阳山土生土长20年，我知道再难的险峰，哪怕是壁立千仞，也有可能有一条路能走出去。好，那我们出发。好，出发。我们得合围这个村庄。是，
要不然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报告，女仆急电。王旅长指示我们，兵发铜钱沟，救援七幺九团。时间紧迫，集合队伍，马上出发。是。这，团长，政委，哎，王仁，旅部急电。太好了，七幺九团突围成功，现在翻过险峰，到台怀镇了。是啊，确实是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松懈一下了。咱们不能让鬼子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对，咱们不能轻易放过他们。立即请示吕布，联合七幺九团，一起歼灭掉鬼子。报告，四分军五团奉聂司令之命前来增援，请王旅长指示。好啊。来得好啊，我正愁缺少阻击鬼子的兵力呢。哎，不过聂司令把精锐部队派来了，晋察冀军区谁来保卫？哦，王旅长，这个您放心吧。平山县呀，革命基础好，除了军区部队啊，还有很多地方的武装，比如我们副县长陈章同志带领的武工大队，还有回舍大枪班，包括魏增峰同志他带领的平井行游击队，大家伙齐心协力，一定能把这个晋察冀军区还有聂司令保护好的。哦，对了，我们五团的那个政委吴斌同志也留守在平山县了，所以我这个第一政委呢，就随着五团来到舞台了。刘书记在北京大学毕完业以后啊，组织上就分配他在五台山地区工作了几年，是，后来又调回北平，再后来呢又回到了平山，他对五台山的地形那熟悉得很。好啊，那我就放心了，既然来了，我也就不让你们喘气了，接受命令吧。你们看，七幺七团在台怀镇以东的榆树沟负责警戒和阻击从东面来的鬼子，你们五团在齐家台负责阻击和警戒从南面来的鬼子。出发吧。好。是。旅长，那咱们的伏击地点选在哪里？上下七幺舰地势狭窄，适合打伏击战。就是这儿。郑团长，我们要去五台山附近采购一些生活物品，然后再回团里头。灵儿，你多保重。郑源啊，这次幸亏你在这险峰中找到这条小路，才让我顺利的带领全团安全顺利转移啊。我早就听说过七幺八团有位侦察班长是好样的，而且在洪州战役中，奇袭飞机场战役中立了大功，真是见面更胜闻名啊。哎，团长你就甭夸我了，我跟您相比啊什么都算不上。我早就听说你有军中马连良的称号了。您出生于河北沧县的名门望族，又是北平某大学毕业，又酷爱京剧里的老生。您啊，差点就下海唱戏了，就是因为抗日，您毅然决然的投笔从戎，这种魄力，实在让人佩服。哎，哪里哪里。我说郑云啊，你要是留在我们七幺九团就好了，不过你可是老陆的宝贝疙瘩呀。哎，我要是跟他横刀夺爱，他非跟我拼了命不可。您过奖了。哎，郑云，好好干，期待着以后我们在战场上继续并肩作战。一定啊，郑团长。以后在战场上我继续替您调遣。好，我们走了。保重。出发。李随风。啊！
哎，那集市往哪儿走啊？我听老杨说在那边吧，有个热闹的大集，咱们正好顺路采购点必需品。其实啊，要是不打仗，咱平山大集也很热闹。是啊，凡是小鬼子捣鼓的地方，到处都是焦土。哎，这儿怎么没打过来？因为这边是五台山的深处，小鬼子可能暂时还没有打到这儿吧。所以这儿的乡亲们还能继续过着幸福安定的生活，希望这一直。是那边的枪声吧？警戒，我去看看。青草香。